听一下这首歌，真的哇 ，Slaves 吧，真的。你的剪刀在哪里啊 ？OK， I don't need it。OK。我很想把这个运在任何一个四平里头，等会慢慢听哈。哇，好有感情哦。要买啥子吗？本来买了个棕色的名创优品眼线笔，我想买的是那个极细款的。不能听这儿，我都已经觉得还没到，很 slay。Waiting the 交响乐怎么说？交响乐。我也希望，我觉得好悲啊，我们至少要那个我们 reaction 的对象有这么 slay。对，就昨天。可以。今天20号，但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什么时候呢 ？We don't know。Like tomorrow? Of course not。这个开头真的很好。这个就是我给你们各个公司最大的面子了。你 leave me alone， 让我自己发展。对，不，你现在这个团交到我手上的，因为 Mnet 嘛，还是就更强势一点。水下舞的感觉，对吧？波光粼粼。这种我很喜欢。我鸡皮疙瘩。他刚刚那地方太好了。我觉得这首歌嘛，粉丝看了要哭的，我都想哭了，还不要说粉丝了，就是那种离别感。对，但是即使离别，又是新的开始。哇！然后
受不行，我要忍住，我要看完。他的磁带一直都在，你听到没？几首歌里面都有这个意象感。That boy knocked the door. Oh my god! 哇，他这个磁带真的是，我真想哭了。而且这个嘛，又是无限的意思，你们懂噻？Infinity。Oh my god. Oh my god. Look at her butt. Wow. 我真的要眼含热泪了。我真的，我就你先 say it。狂起狂起的。你想 say 吗？你想 say first 吗？你先 say it。OK。又挖了个宝。就在别人要离别的时候挖了个宝。OK。首先第一，我的现在的第一感受就是，为什么他们是一个限定组合？打造汪大旺的这帮团队，要是这么打造一个长期团队的话，真的牛逼了。我们现在看了三首嘛，算总体来说三首，没有哪一首没有少年感的，每一首都保留了少年感的，对吧 ？Santa， 对，他倒在了我的身上，真的每一首都有少年感，这是第一，这个是他们的统一性。第二，每一首里面都有磁带的这个意象。意象，我们看的那几首都有哈。反正我们正好，不管巧合还是怎么，第一首中间和最后最新的一首，对，都是有磁带的。然后就是这首歌。首先第一，春风，哎，我说这里大秋天的，你搞个什么春风感？第一个感动我们两个的就是刚才那一段，就是他的，就是，啊！天哪，你在写诗吗？你是个偶像团体，你写什么诗？但是为什么这么动人？你为什么要写一个青春的诗？而且真的，他的那个少年感，就是不是，这明显在离别啊 ，say goodbye 啊。但是就即便我们现在在 say goodbye， 但我们还会相见。而且我们从见面到现在要离别的每一次，你看他那几个词，什么出，就那个出，就那一个字那个单字，你在玩三句半吗？我的天，你为什么玩得这么好？真的好，就是那种像诗一样。我一定要说一点哈，我说实在话，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定格，我说一下嘛。江丹尼尔，我认为这首歌里面江丹尼尔的定格不是最好看的。对，嘟嘟脸，然后。小叶。对，不帅，一点都不帅。我就但是，就是我就觉得你脸肿了嘛。但是重点难道是江丹尼尔的脸吗 ？No， 是这首歌的概念。而且我就能想到那种粉丝看这个歌泪目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从节目到他们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歌再出个那种回忆向的 MV， Oh my god！ 天哪，夸张了 ！No， 这就是我的真实感。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过姨妈我这么激动的？我看张艺兴都没有这么激动，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概念太好了吧，真的，我就觉得他们要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组合，就他们这个少年感一直维持。而且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两首歌是有一点那种创新者，就是那种man 的，然后那种快歌的，但是哎，我们刚好就巧妙的躲过了。不应该怎么说，他的主打歌曲都是这个路线的，他有几个副打的或者是其他的几首歌回归中途的，对还是会出那种 power 的。但他能回归到这个风格，但他的每一次回归都是就是插在节点上。对，我没有想到的，天哪，我真的热泪，就是他这个 MV 真的太棒。特别如果我们一旦看了2022的话，我会更那种，对，如果我们是跟的 follow， 你想想，我在场那边我们根本没有 follow 这个节目好吗，朋友们，我们没有，我都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凝聚力。哎，啊，就是，而且你看到没有，那个 MV 里面就是江丹尼尔，他在骑在外面门外一直在游走，然后去敲门，然后里面的人，然后里面的人就看过来，而且他自己也在里面，就是哎，这只是我的一段青春，就回忆门门门，哎啊，
然后那个磁带，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在他们每个人共处的时候，除开舞蹈哈，每个人共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青春很活泼，然后到他们每个人单人不是有唱的剧化的特写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地方比如在水上啊，在花丛中，水上那几段每一个人的跳，然后每一个后面不一样的有数字，有而且那个的每个人都感觉更成熟一些，但是在那个房间这首歌里面就比他们第一首歌成熟了很 多，有少年感，但是少年感是体现在哪儿？他们的互动上，对，就是他们在那个房间里，他们在房间里都是那种保留初心然后童真的感觉，但在外面就是哇 tough man， 然后我一个人独自闯天下，但是哦Oh、我觉得他第一个地方那个互动感选择的就是江丹丽尔把东西往后扔，然后那个咚给他打开那个地方，太有趣了。他的每一个 MV 里面你都找不到趣味点，朋友们，趣味点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都没想到呀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刚今天还在那讽刺才干，我说我怎么可能看 MV？ 哎，我怎么可能看个 MV？ 当然没有这么夸张，但是 Oh my god 是真的有 ，Oh my god 真的有，真的 One on One。朋友们学一学，国内的朋友们、oh、我真的激动得来快缺氧了，我现在就觉得脑子都快昏了，我没有想到就是 Oh my god， 太他妈牛逼了吧，这个哦，这样打造一个组合，这个组合能不红吗？啊，能不红吗？你告诉我，而且这还是他妈的一个一个选出来的，都是养成系的，就是有人气的，哇，能不红吗？能不红吗？你告诉我怎么不红，真的希望国内的嘛，都别说 9% 了， Every person 都需要学一下， Every person， Every 少女， Every 少年，麻烦你们都给我学一下好不好。哇，我现在又回想起那个词，找一下那句话来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，等一下我已经把关掉了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别找了吧，真的写诗吗？你是在你看吧，这个时候就特别少，演不演嘛，再演，对，再演啊，对不对？夸不夸张嘛，有夸张，有没有少年感？有。而且你配合这些嘛，我就看到这儿我就晓得是在说告别了。对，这是一首离别之诗，真的是，你看这有床的，爱情悸动，出，哎呀，这个字简直神了神了，鲜明的留存。喜欢呢，如春风拂过，若春风，哎呀，还灿烂的带着笑。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已经失去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是 old boy and girl， 就是，我们就觉得就一下子会，就是会激动。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啊，真的，我说实在话，因为它是韩语歌嘛，嗯、真的是。不亚于青春练习手册，嗯嗯，懂，你懂我的那个 feeling 噻，就是如春风拂过，暖暖的，而且每一个人水上的那个蓝天空哈，对，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色彩，你看，这是相互对他们说的词的感觉，这个歌词嘛，如果是他们本人写的，就更杀伤力就更大了。我不知道哈，没有看的哈，我也不晓得。如果是的话，真的杀伤力就更大。你看，每个人天空不一样吧？对。就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小世界。那你们在笑什么？然后他就来。对。这真的哎。这快接的，你看这个接的。不死给笑着。这动作真的很好，是不是在演嘛？在演吗？对啊，就在演。真不真吧 ？Real 不 real？ 我不害怕。Real， 我十分了解。开始来来来，亮点亮点。太好了。又安静下来。嗯、记忆嘛，回忆嘛。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要哭了。哎，哦，我真的哭了，哭得不
你能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啊？应该可以的吧？啊，我的青春去了哪儿？对呀、啊，我的青春为了狗。流泪了，看到没？你朋友们看到没？他流泪了，我一滴泪已经掉下来了。他哭着。OK。夸张，我都觉得我夸张了，快给老子找个纸。Hello。没有没有。这个浇在我脸上，看一下我的眼泪。不了解，我不了解。I'm not kidding。今天嘛，我们已经换三块电池了。We're so tired, but we still like cried. 就是我现在力气嘛都被用光了。对，我就我们俩的体力都用尽了，用尽了。就是为什么汪汪汪这么？这个太好了吧？刚好我们看了这三首歌，我都很喜欢哎。而且真的，他们的每一个时间节点。中途还有个 light 啊，有点一般。light 就一般，而且 light 本来也不是主打曲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。但真的，他的这个每一次回归的这个主打点，真的打得太准了。就是运营他们的团队就简直就是简直了，这个团队的人嘛，就是你交给他们什么团队能不火吗？运营过这个的，就是我的简历就是，哎，人家问你你带过什么团队 ？IOI， 然后王，嚯、哦、妈耶！但说实在话哈，因为汪汪汪不是 I O I 呢，我们也没看那么多嘛，嗯、我们也不晓得。但我觉得女孩可能和男孩还是不一样，至少我觉得他们嘛，真的是成功样本，就是怎么做到了又把男孩的帅气保留，又把他们的少年感保留。我觉得我从他们的 M V 里面看到了。虽然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就是说哦，好像我马上就开始哈他们，然后就成为他们的粉丝，我就搞清楚谁是谁。是我没有这样的，我的感动单纯的是来自于这个团队的运营能力以及。孩子们的呈现，就是我现在依旧只认识江丹尼尔，依旧知道赖冠霖，但我对不上脸，但是我还是深受感动，我还是要称赞他们，真的。你想，首先第一，公司要很牛逼的想到这些点，第二，他们要能消化下来，对，而且他们做到。所以，我就是觉得很感动，而且我很少看很多 MV 都那么感动了。上次让我感动的还是就让我内心有悸动的就还是 BTS 的那个花样年华，就类似于这种对那种少年感和那种兄弟情，嗯，我就会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好，嗯，然后再加上刚刚那个他们就是分别前的最后一首歌， Oh my god， 真的就是很棒。所以说我就觉得国内嘛还真的有很多路需要走，真的需要，真的需要学习，真的需要学习并且加油，真的。您汽水的声音嘛，实在是太大了。就抛开粉丝撕这个合适吗？我不相信汪德万不撕的。嗯。但是他们在撕的情况下还能呈现这么好的作品，我就觉得这是勇气可嘉的。我说实在话哈，如果就还是以我一贯的惯常的这种嘛，我说实在话，人家都能做成这样了，你们都还要撕吗？哇，你撕什么嘛？撕什么呀？你撕！我真的觉得。out 吧你。不要撕了，真的。我说实在话，有任何一个团队能把一个男团做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真的，他们概念、okay. 概念真的做的概念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。然后哇，说实在话，我都没有想到，刚我们又惊喜了一把，没有想到在汪汪汪身上，因为汪汪汪我是 energetic 的时候，我觉得so so 就是男团，还有 MV 拍一般 ，but beautiful 春风赞扬。So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汪德旺，也继续支持我们，记得给我们点三个赞，不是长按赞，长按赞就可以帮我们上推荐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。 OK OK so, time to say goodbye again bye again bye Santa say goodbye Santa Claus bye bye